到 Robin 金兰的频道，我是 Robin， 今天要来做什么呢？答案是日本食玩的冰淇淋。对，答对了，我变了。今天是爸爸来教我做，我们现在把它打开吧。好，我来打开。好，你来打开。噔噔，一样呢，我们也是沿着这个虚线来把它剪开。对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第一个动作是先把这个饼干打成碎片，四块，它是这样切，四个三角形，四个正方形，这个呢量杯，我们再把它剪掉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放粉红色的奶油，给肉饼来倒，要准备的是一杯的水，我们把它放在左边的袋子，把这个袋子挤到左边，奶油呢挤到左边的这个位置里面。它里面是没有分隔线，所以你大概就是抓个大概这样就好了。它不好挤，所以要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这样把它挤过来。好了，我要把它放到袋子里面去了。好，来。好，感谢肉饼小帮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开始挤冰淇淋了。爸爸先挤一个，然后罗比再跟着挤一个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在这个纸呢上面把它揭开，破一个洞。爸，开始挤哦，来。没有吗？来，接下来换罗比。对。还是要爸爸帮你？要。爸爸帮你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冰淇淋蛋糕饼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夹心饼干。来，一层一层点一个点，两个点，三个点，四个点。好，罗饼，好，夹心饼干盖上去。好了。没关系啊，这样子 OK 啦，将就点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放这个糖果，我们要先放这个饼干皮进去，来，来，插进去。好，就这样，爸爸来插。来，你自己手抓一抓，抓一些，然后撒上去。这样做的就大功告成了。冰淇淋完成，这是四爸爸做的，有点不好看。我做的真的有这么丑吗？好了，那我们开始吃吧。夹心饼干要，夹心饼干是不是？好不好吃？好吃，真的吗？好吃吗？味道还不错。它真的有双奇的味道，牛奶类和草莓味道在里面。小朋友，今天就是我们做的日本食玩，大家还喜欢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去做做看哦。如果我喜欢我们的影片。记得分享，还有按赞和订阅哦！我是 Robin， 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哪里哪里，喜欢 Robin 金团的各位粉丝，忘记订阅。